小朋友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教小朋友画薯条。我们准备以下几种颜色：浅黄色、深黄色，还有红、鲜红色和深红色。我们先用红、浅红色、鲜红色来画薯条的盒。一般呢，我们去吃薯条的时候，商店都会给你一个盒。然后呢，这个盒是有一个弯弯的角度的。好，盒画好了，我们开始画薯条。选择最浅的，薯条都是长条的啊，选择最浅的。然后我们用金黄色来把这些边儿、薯条的边儿描一下啊，一盒薯条可能我们就画好了。好了，一盒薯条我们就画好了。小朋友呢，薯条是挺好吃的，还会这样呢。我们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薯条呢尽量要少吃，吃多了会容易胖。这节课呢就到这里。如果呢小朋友对画画有什么疑问呢，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，我会呢尽量给小朋友们回答。这节课就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